这本册是我所写的台湾话台语的囡仔诗哈，啊，今年出版的，啊，内底有两片 CD 片，啊，你才关心铁路局，啊，直接你志工才是今年讲的遐尼大，啊，小小的作品，啊，欢迎你接来。回送一些礼物给他，谢谢。谢谢台湾铁路对这块岛屿上面，对我们所有的人100多年来的生命贡献，对我们生计的服务，希望台铁能够永续的快飞快跑下去哈！啊，我们要以德国的民谣《再会歌》来跟大家谢谢，来跟大家祝福再见。